苏灵韵，你的弟子公然行凶，按律当杀，难道你想包庇？诸葛兄弟栽赃陷害，陷置我于死地，我只是反击，何罪之有？事情真相尚未查清，你就痛下杀手，我看你不仅老还蠢。一口一个老，你年轻了不起啊？我今天就毁了你这张脸。天穹，看来你是真不想要这长老之位了。废物！苏导师，莫灿情况如何？莫灿已无碍。倒是那天穹，他向来喜欢攀附权贵，如今你杀了他护着的诸葛兄弟，他恐怕会耍些阴毒手段。谢苏导师提醒，我会多加小心。弟子还有一事，您可知嫣儿现在的情况？罗嫣无恙，只是被宗主秘密保护。想要见他，你需获得全封大比前三，宗主才会允许。那我一定要参加全封大比。你也是先天三重，可晋升为内门弟子。后日小雨峰会选拔两名弟子参赛，你去准备吧。是。好一个自命不凡化天命，你不拔剑可赢不了我。星辰的力量，罗征要代表小雨峰出战全峰大比，你去安排吧，我要让小雨峰在第一天就全军覆没。罗征，我给你个说遗言的机会，我要你死。罗征，小混蛋，姐姐今天一定把你玩死。幻觉，这都是我的幻觉，他不可能这么强。我是诸葛家的希望，天赋超群的诸葛峰，你这种贱民就该被我踩在脚下。我看你除了嘴硬超群，剩下的就是一身软骨头。我要杀了你，杀你！杀！杀！受死！宗神丹境长老天穹，他就是诸葛兄弟的靠山。敢在青云宗内行凶，找死！
接我一招竟然没死。灭世掌。熊，你身为宗门长老，竟对一个弟子出手。苏凌月，你的弟子公然行凶，暗律当杀，难道你想包庇？诸葛兄弟栽赃陷害，想置我于死地，我只是反击，何罪之有？我只看到你残害同门。天穹，你如此不辨是非，莫非是老眼昏花了？你骂我老？青云宗上下谁不知道我驻颜有术？事情真相尚未查清，你就痛下杀手，我看你不仅老还蠢。苏凌韵，这里是青云宗，不是你梵天王朝，别太放肆了。我今天就杀你弟子，给你立宗门规矩。想杀我弟子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苏道士，你退后。我是宗门十大长老之一，你不过一封导师，竟然说我没资格。你为老不尊，不配当宗门长老。一个老，你年轻了不起啊！我今天就毁了你这张脸！啊，假的！天穹，看来你是真不想要这长老之位了。臭丫头，轮不到你对我指指点点。